本期讲解一个 QQ 小世界难反引流野路子玩法，小白无脑操作多种变现方式。前几天给大家更新了一期这个树洞引流难反项目成年人说效果还好，这期操作一个 QQ 小世界另有评论区接流获取精准客源，流量超级大，变现方式和前两天的树洞引流有异曲同工之处，流量非常猛，变现效果也非常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流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实操演练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尤其是这个实操演练，再来看看1.3个G 讲的非常清晰一套课程全部讲完了都是干货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QQ 小世界难反引流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